五色觉醒超越蓝绿白，人民要过好日子，这个人民要过好日子，食安很重要。那么食安报告我们要来看到了，立院最近为了行政院长陈建仁什么时候来进食安报告，那么呢也是这个唇枪舌战，终于立院的院长是三度召集了蓝绿白党团协商，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呢，陈建仁也终于来做出了这个食安的报告，但是真的有具体的内容吗？今天来到立院进行民进党政府执政八年台湾食安问题总检讨的专案报告。那么报告当中又指出了，为了有效要来重建，要推动食安五环系统性事件逐渐转为个案。那么市售抽烟合格率达到95%以上，也表示说在105年到112年之间，针对了前端的农畜牧产品抽烟合格都达到95%以上。那么也说这几年食安事件是从系统性转为个案性的问题。那在台糖受精的猪肉案，说这是台中单一检体问题，整体供应链并没有风险。好，针对整个食安报告呢，我们待会也会持续来关心。那么今天来呢，战将不断的炮轰猛轰哦，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台糖的猪肉片，那么过年前被验出了瘦肉精。食药署在21号召开了食安专家会议，台中食安处人员也列席参加会中，疑似回想到一路走来受到了压力，忍不住泪洒现场。立委柯真就说了，药检人员善尽了职守，说出真相，结果现在还遭到中央扭曲，真的何其无辜。而立委罗廷伟等痛批这风向甚至被导向是基层下毒，也炮轰食安问题不应该演变成政治攻防，就说这是一个单一样品的检查的事项，就只有在台中市政府的检查呢发现有西部特罗，所以我们也特别请卫福部的这个专家学者委员会呢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调查。那这个调查的结果啊，我相当的公正哈，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尊重专家委员会这个调查的结果。药检人员是压力是最大的，而且他们只是善尽他们自己的职守，说出他们事实的一个真相，结果没想到受到非常多的扭曲跟曲解，这是一个中央跟地方应该共同来承担的。那地方政府已经做好他们的证据，已经做好他们的科学的数据呈现出来，那还有很多更细节的部分需要中央共同来帮我们做一个很这个源流上面一个厘清。如果中央完全没有用一个更紧密的一个方法，只是流于过去年前到现在在媒体发布的这些的讯息，对于我们的食安，大家还是会画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我必须要帮我们台中市的相关的稽查人员来做一个喊话，来做一个加油鼓励，因为有太多的网络谣言不断的在攻击台中市政府，甚至是这些的基层人员，好像变成是他们是下毒的一方。现在又有所谓的实验室污染的这种谣言不断的在传言哦，我们可以确定。现在实验室没有污染，我们受到污染的是政治意识形态。中央真的很担心害怕卢秀燕，他们真的觉得卢秀燕就是未来的一个假想敌。如今这个悬案却变成了一个政治意识攻防，甚至是未来好像是总统的一个前哨战哦，希望能够来用这样子来一举攻击卢秀燕。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子的一个食安问题变成政治攻防。好，看到呢这个陈建仁的部分，院长来到了立院进行食安的专案报告，并且备询针对瘦肉精。立委洪孟楷指出，从数值的标准到通报的机制，中央地方是不同调，院长陈建仁也承诺未来会召开专家学者会议共同制定个标准。而传出列席的食安专家会议的台中市食安处人员泪洒会场，卫福部长薛瑞仁表示没有接到讯息，也表示不要再用情绪来处理事情。瘦肉精的食安事件从过年前到现在啊，让事件走偏的是中央的卫福部次长王必胜，在第一时间地方政府验出问题，就是希望解决问题，找出问题，厘清原因。但为什么会看到说中央跟地方一时间不同步？地方政府如果说验到太低的剂量的时候，应该要再做同批次的一个检验，对不对？对。好，低是多低？标准是什么？我想这个会按照不同的说法金的，因为现在的食安，如果说检验食品发生异状的话，通报的机制为何？
现在的情形，如果说我们检验出来有这个低剂量的这个情况下，那他的地方政府呢，当然就需要来通报。中央如果认为说在这一次过程里面有什么样的状况可以更精进的，当然应该要定出标准，不是吗？是，什么时候要定出标准？就是我刚才委员。那就是过去没有标准，什么时候要定出标准？这就是我刚才讲 SOP 嘛。什么时候要定出标准？这个 SOP 我们会请专家学者来讨论，那我们是尽快的，可能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就会定出标准。昨天有提到说我们的所谓专家学者会议啊，那在媒体报道里面有讲是说传出台中的列席代表泪洒会场，院长或是部长有没有知道这个讯息？我是没有接到这样的讯息啊。不过你有接到这样的讯息？我在有没有看到媒体报道？有啊，但是有没有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照理讲，地方的食药、地方的这个卫生人员，他们也很有专业，在过年这段期间不眠不休，怎么会说一个专家食安会议造成他泪洒会场？所以专业跟科学的事情的话，用情绪去处理是不对的。你现在在讲是谁用情绪去处理？泪洒就是一种情绪嘛。所以你现在在指责？我没有指责。台中的不是。部长，您这样的回答本席很不精准，本席没有办法听得懂你的回答是什么意思。我想，我必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事去处理。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